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我是某 A， 我们开始第七关战役模式的旅程吧。威武的圣殿骑士团加入了我们，并与我们一同穿越危险的血红山谷。此山谷历来是穷残的 MK 部落的捕猎场，故才称其为血红山谷。为了让士兵们能休息回复一段时间，我们决定在此安营，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虽我们从未见过 MK 人，但至少说关于他们的传言让我们感到有些不安。你确定小溪在这附近？我敢肯定。我们快点吧，我想回营地了。你急什么？这里很安全的。这关多了一个四级兵营的建筑，骑士殿堂。能升级的三个技能分别是：一是升级 HP 上限，二是 15% 几率出现暴击并持续3秒，三是濒死状态时一定几率回复 5% 至 40% 的 HP。看来还有地盘是需要付钱才能建建筑的。布阵方面话，先打一遍看看敌人每波情况，再在后面的三星通关部分解释吧。Is on.第四波又入的蜘蛛，看来靠两个一级兵营是挡不住的了。中间的炮塔还差一级才能升级成地震塔。还好有火焰你才勉强守住，后面加一个兵营先看看效果。不过看来应该先升级红色箭头指的炮塔才对。
第五波有空中部队，现在只有两个能对空的魔法院，看来不妙啊。这关又有开辟新路的地方，另外蜜蜂这波下来直接掉了九滴血。敌人多了一个回复血的法师，一下就感觉皮好硬的样子。第八波又是空中部队，一个三级魔法院，四个二级魔法院，这样都还是放了两个蜜蜂。Freedom! The engine is my trade.
居然还有一条路能开辟。一时播的大量蜘蛛，看来需要注意的了。Master, Beast Master. For honor and glory. The engine is my trade. New battle. The hunt is on. Here to the king, baby.Coming through! Master! Beast Master! Reinforce! Ready to rumble!
Beastmaster, the engine is my trade. The hunt is on. Death approach. Death approach. Freedom! A wise choice. Dodge this! Big guy coming through! Reinforce! 又漏蜜蜂了，第十四波的蜜蜂需要注意了。看来魔法院的输出的频率还是慢了点。一星蜜蜂拿了12滴血，第十波的蜘蛛拿了7滴血。好的，接下来是三星的。Master, Beastmaster. Want some? Get some. Hail to the king, baby. For the king. Like a charm.开局的布阵的话和上次布阵差不多，不过从上局的经验看，重点是防空中部队和第十波的蜘蛛。空中部队在第五波就有了，所以前四波内考虑在蓝色箭头指的地方建魔法院，红色箭头指的地方建弓箭塔。因为右路逆风多于左路，所以在右路建弓箭塔，左路的食人族较多，并且感觉食人族的魔法防御较低，所以用魔法院会更好些。
Giant coming through! Like a charm!虽不是每个魔法院都需要升级，但建议蓝色箭头指的这个魔法院最好升级成三级或以上，主要是防漏网之余，好补下刀。另外，炮塔的话，当然先升级红色箭头指的炮塔，尽快把它升级成地震塔。其他的升级顺序感觉就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了。Thank you.
magic. Charge! Freedom! Big guy coming through.You battle!
wise, George. Freedom! Might and magic. Reinforce!对空力量不够，把最下面的兵营卖了，造弓箭塔，以防万一。最后一波没有空中部队了，还是以防万一，把最下面的弓箭弹卖了，换成兵营。Eternal! A sword day, a rest day! Shit!
OK, 三星通关。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